商战，打死了好多英雄。是谁呀？是了群星 boss 的。群星不是，他的嗓门可真够大。走吧，在哪里工作？开南路图书馆。到那边去干什么？与朋友约好的谈点事情。走吧。请进。韵瑶啊，馆长，今天你不是请假去咖啡馆了吗？怎么回来了？啊，那里没什么事情，所以就回来了。韵瑶，你脸色不太好啊。啊，没什么呀，就是身体有些不舒服。啊，要不要去看看医生啊？不用了，馆长，休息一下就好了。哎，我看这样吧，反正今天馆里也没什么重要事情，你干脆回家休息休息吧。